持人泡泡。今天泡泡带大家来到台中最有名的大甲镇南宫。人家都说三月逢妈祖，农历三月二十三，国历四月十九号，天上圣母的诞辰日。现场才下午而已耶，你看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这么的多，空前绝后的现况，跟着泡泡的脚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，Go！咱台湾话讲，咱三月请妈祖照顾咱的大脚妈的脚步，一步一步来感受妈祖的照顾。这个是咱台湾的传统，全世界都在感受咱台湾神龙感受伊。我爱加油，我要请咱的大脚妈保佑咱台湾人民会使团结一心，做未来的打拼，大家好生活，大赚钱。哇，泡泡的身上穿着妈祖非常可爱的 T 恤图腾哦，而且这衣服来自澳洲雪梨的品牌。我们请那个台湾的知名插画家哈，帮我们设计了一个那个一系列的妈祖 Q 版的图腾，让大家能够出入平安、永保安康，还有招财进宝。所以说，我们就从澳洲的 Nova 把它引进到台湾来，用95%的棉，还有5%的弹力纤维，这样子再穿着，在夏天穿着既凉爽又舒适。噔噔，泡泡又换了第二套的衣服，妈祖带着枕头，可以祝大家夜夜好眠，永不失眠哦。还有这个千里眼顺风耳，在保护平安。我们做到了好几个尺寸哈，从小孩子到大人，甚至是比较胖的人都能够穿着，穿起来的话能够展露我们的身形出来。妈祖保佑你，赞！执行长，你们已经在台湾成立了第95个百货专柜门市了。那我们呢，请执行长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哦，今年的流行服装趋势是如何呢？谢谢主持人。对，那个台中理科百货是我们澳洲 Nova 服饰今年最新进驻的百货专柜之一。那今年夏天最具特色就是我们三月风妈祖。那我们今年特别与台湾知名插画家跨国际性的合作，手绘 Q 版妈祖，那是我们独家授权的原创图腾的 T 恤，对，这款是我们今年的流行。嗯，哇，真的是非常的可爱耶，不止啊，在色彩非常的鲜艳，而且它图腾呢、又非常的可爱，更有8款的设计哦。哇，而且我穿起来材质又是纯棉的，真的是人见人爱啊。对，那像我们这一款，我们有男款跟女款，那女款又特别加了腰身，对，尺码我们有做的比较宽，分的比较广，我们有5个尺码，嗯，对，那这样子就是我们男女老幼都可以穿我们这一件妈祖 T， 那我们希望说啊，穿上妈祖 T 恤，我们可以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，那可以得到妈祖的保佑。全球华人地区妈祖的神迹及故事真的是不胜枚举。这次呢，泡泡也跟着走遍台湾所有的妈祖庙，哇，真的非常多的信众。而这次呢，依信众的主力需求呢，设计了8款非常可爱的妈祖 Q 版的图腾 T 恤，而且非常的好穿哦。希望呢，大家都可以阖家温馨、阖家欢乐。
夜夜好眠，招财进宝。也希望大家在骑车的时候可以出入平安，美梦成真，永保安康，心想事成。不管男女老幼的所有的信徒呢，大家都可以得到妈祖的保佑哦。希望呢，妈祖都可以保佑你，赞啦！